还是打面上。其实鱼岛的只会用这套阵容打的已经，就面上流阵型应该是鱼岛成绩最稳定的阵型。石头领的个人能力也强，他不管打到什么样的队伍的时候都喜欢开面上，即使他没有叠漫天，这个武装怪的速度可是比女儿村慢的。反封印落花城你也是反丢的，想要限制对面一速女儿村，反复限制一速女儿村是不是为了自己走近清呢？如果是为了自己走近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为了自己走进去，关键方的两个风起全部去照顾对面一个一速风起，他所得到的一个效果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强，一个五龙丹就可以解掉武装怪的反抗。这个时候盘丝都去封对面神木林了，总感觉紧箍咒的周期打的还是过长，对面也得适当的用输出宝宝配合一下。现在这场比赛关键方出现了唯一一次倒地，武装怪的倒地不是对面用宝宝打出来的，是关键方用宝宝把自己打死的。也就是说如果关键方刚刚没有去用那只地平，关键方人物是不会清出黄条的。好，生日快乐按耐不住了，仍然是去叫地平，这地平叫出来的同时把神木林给封掉，以防神木林落叶潇潇把地平给秒掉。那既然有这样的衔接，对面地平应该是敏地平，如果是魔地平他跟鱼岛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不需要来封神木，反正秒不到，叫了两只。当前关键方这边有操作，兄弟们，一号位宝宝加了敌，加了镇妖令旗，一速还是化圣，二择一 ，P 一速还是 P 化圣 ，P 别的位置都是亏的，兄弟们，三点零元了 ，P 谁谁死，这是我刚刚希望生日快乐打出来的战术，咱们看看效果，神不知鬼不觉。我叫一只童子出来你防吗？你不可能给这只童子丢金兽银齿。劈过去的数据两面笛估计平稳就能过两万了，一面笛子只要输出宝宝是正常的山力劈也能过万，拿来偷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打法了，比地听这样的宝宝目标要小很多。你叫地听出来势必会受到限制，叫童子出来不会受到限制，女儿村可能要喝第二瓶酒，比赛第26个回合，关键方想趁着这一波直接起天地同胜，既然起了天地他是可以连带着女儿村的封印、盘丝洞的封印、地听的群鸟、包括神木林的群鸟、包括咒师普陀的紧箍咒全部免疫掉，做了免疫小动作又做了是 NDP 偷一锁，说明鱼岛的话想要做小动作把这场比赛清掉了，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对面女儿村把那瓶酒喝掉应该是值当的。普陀山把金星诀提前开了，没有保留愤怒的罗汉的愤怒，这是我们刚刚前面解说到的，他起塔的时候我都讲了一句是对面的后招，现在普陀山把罗汉的黄条用来金星了，对面的罗汉金钟可能也会出问题。如果关键方不叫虚弥不叫地听的话，只是一个神木林其实也无所谓，尽量在对面下一个罗汉衔接之前看女儿村是不是喝酒接罗了，还是走近亲啊，对面没有罗汉。其实关键方明显在打回合差了，你紧箍咒关键方都没有办法解，保自身人物不死，慢慢用紧箍咒都可以把关键方孤傻掉。当前的金星享受的活血血量有点少，不知道是不是中了瘴气，这样没有瘴气啊，活血7900，人心仍然是5层，没有改变。好，第27回合就是天地同寿的免疫，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其实对面现在保留一个罗汉的必要性还是比较高的，一旦关键方像现在这样子被限制，而且紧箍咒解不掉，关键方指挥其实就只有一条路选了，就是跟你打回合差，你紧箍咒估我1000血，我飞机加神木林秒秒你6000-7000，在你估死我之前我先把你给干掉，防御型的
特技，这个时候比输出型的要来得好。鸟没有黄条，斧头山没有黄条，对面奇塔位置还少，赶紧补一个塔。韩斯洞去补了个塔，然后神木林被笑，暂时生日快乐，里面是没有黄条的。隔天方打出来了，地听，注意啊，秒得到吗？秒不到。这是呆瓜抓到的生日快乐双金青以后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对面普陀山那把金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开。你要生金青有50%的抗风效果，还好吧兄弟们，看这只地听能不能打出来伤害。对面刚那只地听不是两轮车，他应该已经用过眼睛了，那是第二股魂还没有被清掉而已。石头岭的这波伤害非常的低，假设这个时候观察方金青诀开不了，完了自己打出来的地听伤害也不够，就光这个紧箍咒观察方就扛不住了。这个一起塔就有罗吗？而且观察方怎么会放任单体位置接罗汉呢？韩思东速度是比武装怪要慢的，兄弟们，这把武装套了正式普陀，没有去套对面的盘丝，接了罗汉地听废了，幽灵暂时还起不来，就起了一个回合的塔，对面刚起黄条就够了。现在关键方怎么办？退回来想办法解紧箍咒吧。但如果现在想要退回来解紧箍咒，就得防对面的输出宝宝了。因为现在很明显观察方要回防，对面指挥只要不是傻子他一定会叫输出宠，只是不知道叫出来的是物理宝宝还是地听。叫物理宝宝吧，小熊彤彤已经不行了，叫一只力劈出来加个笛子，这个时候把观察方化生死给劈死，观察方直接跑路了。如果什么宝宝都不叫那是最好的，对于观察方而言是最好的。开始回防，对面三起塔应该是自身的黄条还是有问题，刚刚那把罗汉接得太凶险，不想要经历第二次，所以先把多体位置的塔起一个回合掉，也算是比较谨慎，可以。那下一个回合呢，观察方宝宝补齐，石头灵反复倒地，对面开始玩少女一速效观察方的金青，他所以没有不动，先去套化生，套中了也没有关系，现在对面不急于让化生四去恢复血量已经健康了。这里就关系着一个问题啊，昨天我们解说的时候碰到的一个问题，当你风系有速度的时候，紧箍咒又蔓延开来的时候，指挥就得考虑我是先封印的我还是先效力。我如果先封印，你万一走金星我就要被骂死，因为太关键了。那如果我先效力，你这边不管我，你知道你要效力我来封印，那你的封印机会就会打出来，在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所以一般的话最好的情况就是先封掉以后再丢紧箍咒然后再效力，就是在已被封印的情况下你没有选择就直接效会更好一些，当然这是存在理论上的，观念方又不是木头人，你封了之后再紧箍咒观念方可以先解封了，只是表述一种指挥在比赛过程中的一个心理。相对于一个封印而言，观念方的金星诀放不出来对于对面而言更为关键，现在紧箍咒应该已经几乎集体到位了，继续估吧。观念方回春估计吃完了还在喂，回春不留给化生四了，只要对面扛得住观念方龙三龙五位的输出就行。第33回合，帝王，你说汴梁城的帝王家族吗还是谁？其实这场比赛生日快乐有一个点还是值得开心的，你能发现没有，观察方现在石头岭的飞机到后面的时候他的伤害其实打得并不高，所以就会导致神木林去补刀的时候对面人物是不见得会倒地的，血量下调大不了多走几个大特技再笑。观察方盘丝洞脚下有塔，想要走金星不太可能吧，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对面是放任观察方去补宝宝回复状态，这把金星诀
没有加任何的杀人宝宝啊，对面也自己九金，两边进行对于对面而言肯定是不划算的，非常的不划算。群体的紧箍咒都被解掉，对面再丢一次又是俩，蓝丝洞被笑，化身四脚下有塔，把金晶诀开出来了，显然告诉我们单法神木林的阵容是不能够完全断黄条的，还是要用花果山。送你的数据起来，神木林的数据起来，关键方的伤害打了一大堆，而对战方那边现在打出来的主伤害只有紧箍咒。那我们不能够否定对面这套阵容，因为对面这套阵容爆发力很强，你看它像是四保一，但实际上一旦你的紧箍咒出现多体位的，就多个位置持续性紧箍咒很多个回合的时候，这个是拥有着去叫宝宝增大输出的能力的。生日快乐，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一场一个虚弥地听动，一个那个杀人力劈都没有叫。九哥最近不管是剑会还是武神坛成绩都不是特别的喜悦，急需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好，这一波在亡羊补牢，刚那波金星完胜了以后，对面周氏捕头又丢了两次紧箍咒。作为开场就王炸的指挥，最近生日快乐的这个成绩应该会让他受到很大的压力。持续了将近半年了，兄弟们谋求新阵容，谋求出路才行。感觉女娃木下去以后影响最大的就是生日快乐了，其他服务器的成绩还算是来回比较稳定，生日快乐的成绩是一落千丈。以前有女娃木的时候还稍微好一些，但没有女娃木了之后更加不行。好，36个回合，关键方这个塔还持续了几回合的上扬，虎头山丢了一个我又看不懂的技能，上次我就看不懂，这次我更加看不懂。这个技能我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技能是普陀山这个门派的化身技能，它的作用是在每一个回合的回合末可以解除一个异常状态，但是它这个作用是双边生效的，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每一个回合的回合末关键方这边会自动解一个紧箍咒点。上次他丢这个技能的时候，主播就是我说这是间谍，那这次呢你要我说吗？也是间谍吗？这个技能通常是在风系全面吃亏，在对面风系命中率还过高的一个情况下去丢的，对面没有被封然后自己解自己的一个战术。这场比赛对面还有风系速度，这个化身技能没看明白，有可能会直接输掉。关键方紧箍咒压力还散掉了，如果地听没有效果，关键方开飞的时候可以补虚弥真言。好，普陀这个回合的罗汉金钟还是比较不错的，比较救命，补了一个救命的罗汉。关键方看对面这个状态也补地听了，罗汉金钟是当前接的，地听也是当前叫的，指挥在下达时速神木林叫地听的指令的时候，对面是没有罗汉金钟的，还能较量一二吗？但对面现在也顶天了，也就是再次丢紧箍咒罢了。普陀山的这个化身技能能持续四回合，有这个技能在的时候对面丢紧箍咒的效果都很差，他必须得等这个技能结束。好，两面尺子防地听，这个地听应该打不出来太好的效果了。女儿村的相思寒针有两个效果，兄弟们啊，第一个你们应该都知道，降低，不对，第一个的话你们都知道的应该是控制对战方单体位置的灵元技能相思寒针，它可以控地府的孤魂命谱，控任何位置所有的灵元技能，包括赤焰战敌在内，包括武装的真阳令旗在内的所有技能。第二个作用，女儿村的相思寒针是可以降低单体位置的封印命中率的，包含地府的小死亡在内。好，38回合，我就看你为这个化生技能买单的。这还是丢了双尺子的，没有双尺子对面已经攻了，有双尺子这个状态其实也不好站住了，所以我刚刚的解说应该没有问题啊，就这个技能
就脚下的这个蓝色的圈圈，百害而无一利。你要我想一下利在哪里了，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想明白利在哪里。主要是它已经出现两次了，出现第一次的时候我都懵逼了，第二次我就干干净净的跟你们说了，因为第一次他这样接的时候也是直接把自己给打没掉了，但这波第二次是不是也打没？观战方完全不管你，继续叫地听，化生刺贡献了一个大死亡上来，地听被秒掉，观战方石头领这波都得踩轮子。 A 拉 B， A 再拉 B， 拉起来普通山都要补血灯了，这时候丢紧箍咒意义不大的话补血灯还好一些。好， A 显会员伞，普陀山准确的去补了一个血灯，这是没有问题的，补一个小血灯上去，但是咒师普陀的血灯血量会比较少，没有太大的一个能力。蓝自动起来幻境术，再来这一套反震战术。这个回合对于对面而言有一个好消息，因为观战方的石头领是没有变身的，地听对面防得到，观战方石头领没有变身，当前所承受的输出会比较小一些，而对战方那边的话灵元应该有个别位置是比较多的啊，一八得八，五八四十，理论上讲如果灵元都不用，现在比赛五个位置都会有五点灵元，五个位置五点，五个位置乘以五就是二十五点灵元，就算他前面有丢金兽陨齿，他现在灵元应该也是够的。女儿村身上还保留了两点，韩思梦身上保留了三点，普陀山呢，普陀山身上的四点，化生寺身上一点是因为走了缠珠，神木林身上应该没有用过，还有四点，有用过一点，这是生日快乐的机会，他得想办法把这波灵元给用起来。如果用不起来，现在再丢紧箍咒肯定是来不及了，等你把观战方箍死，观战方这两个 C 位已经足以让你致命，要么就被动等死，要么就主动出击，用灵元主动冲一下观战，用敏地听的形式来叫封掉神木林，然后叫一只敏地听出来，速度的话比自己四个高速位置要慢，但是又比观战方石头领要快，四个笛子同时加冲一波，不行的话也是输吧，至少比你等死要好一些。醍醐灌顶的作用，化生寺的醍醐灌顶是用来解封的，类似于水清的效果。我今天难道走错直播间了吗？很了解才对啊，怎么你们今天问的一些问题啊，感觉会比那个教授你们问的问题要那个，像是比赛不是经常看一样的。兄弟，你是不是不是特别经常看比赛的？如果不是特别经常看比赛的话，我今天解说就详细一些吧，我就跳过一下，因为我现在可能会有跳跃性思维，而且他们都知道，我就跳跃性思维了。那既然如此，我后面给你们讲的时候会更加清晰一点，不好意思。渡劫金身，化生寺的技能，这个技能是跟那个诸天看护经脉冲突二择一。渡劫金身作用是可以保单体位置一命，当他死了的时候会自动神佑一次，你需要破掉渡劫才能把人打死。这个行动失败说明观战方的天地同盛防到了盘丝洞的封印，武装补天地免疫了对面的封，对面确实是用了两地听，兄弟们啊。那么既然这样子使用了，我们就跳过刚刚普陀山所丢的化生技能所带来的弊端，两个地听同时冲刺，即使冲不掉他的选择也是正确的，因为你再拖下去没有未来了，对面咒师普陀的紧箍咒这场比赛的效果在早期已经过去，你根本扛不住第一狮驼岭和观战方这个三九一链子的神木林的全秒，而且你还有多少药品可以吃呢？从开场打到现在43个回合，观战方面伤几乎就没有断过，生日快乐能拿出来的药品已经非常非常的有限了。哎，这个乌魂丢的不错，神木林给神木林丢乌魂，就问你稳不稳，九速丢十速，十速舔了。我现在观战方如果不叫地听叫顺法虚弥的话，不用带出其不意，因为现在出其不意已经没有效果了，直接带顺法虚弥。地听这两只冲刺没有效果，对面的灵元
冲刺没有效果的话，比赛应该就结束了。现在对面没有机会破天地了，灵元都保留在身上带回家种田吧。我经常看到有些位置很多灵元憋在自己的身上啊，是很难受的。我见过一场，我解说过一场比赛，点杀刘振兴，地府的灵元憋到了整整六点，一点都没有释放出来。要么就是小死点死了小死亡挂不中，要么就是点死了小死亡挂中了被女儿村打了针，导致点杀刘振兴的锁失，一次都没有锁出来。见过唯一的一次，而且是豪门之间的对决。好，兄弟们，这场比赛应该马上就要结束了，诗情画意，哪场比赛比较好看？阵容跟对面是一样的，兄弟们，所以你们放心，我非常的了解。我说的是王哥吗？不，我说的不是王哥。我记不清了，我不能说，那肯定是。我记得要么是紫禁城要么是鱼岛，这两只当中其中的一只有一次地府六灵元逼到了身上没有用出来。第五场好看，第五场我记得诗情画意不是输了吗？兄弟播一场他输的比赛，明天会不会直接把我给踢掉？我心要这个傻子呢，我打五场比赛赢四场，然后那四场都不播，就挑那场输的播，我怕我明天活不下去啊，兄弟们。那样子怎么办？好，第46回合，前面都是小吉，就播那场他输的比赛是吗？我感觉我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好，关键方叫地听，其实刚生日快乐那波冲刺完事儿了以后啊，就相当于结束了。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得强调，在宙斯普陀的情况下，普陀山的化圣技能千万千万不要丢。第四场差点被翻盘是吧？那我们就看第四场啊，有来回差点被干死的那种啊，你们跟我讲啊，千万不要一边倒上来就碾压，那就没意思了。就是差点被翻盘的那种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就看第四场行不？而且只能看一场，兄弟们，现在已经